接着来看到政坛焦点，扁政府时期的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日前被民进党新潮流系给除名了。那么除名的原因指向他跟前国安会秘书长苏琪走得太近，对两岸敏感话题的立场分歧。这消息传开之后，洪其昌他只发出了一张声明稿，强调放手祝福。而政坛的其他人士也进一步解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蔡英文520就职在即，而洪其昌游走两岸的动向在党内引起了诸多猜疑，才让党内心系元老决定动手处理。民进党前立委也是党内新潮流创流元老洪其昌，传出就是因为跟苏琪走太近，被认为两岸论述偏移，惨遭自家人下手除名。如果你认真有阅读新闻的习惯，应该也不会觉得意外。洪其昌委员他所讲的一些发言，然后引起一些党内的不快。洪其昌是被新潮流？我没意见，你去问新潮流。我不太清楚内部的他们的状况怎么样啊？那这个是派系里面的事情。被问到派系敏感问题，党内成员通通都说不清楚，就连新潮流的段宜康、钟嘉宾早上要进大院质询，都通通从侧门进出，避开媒体。因为新潮流向来治军严谨，这次大刀一挥，挥向自家元老，就怕多说多错，干脆全下封口令。但从事发到现在，洪其昌也只在21号晚间用声明稿轻描淡写说，他能理解新潮流动作必然有他的选举面考量，他会放手祝福，大家也都还是朋友。很潇洒说啊，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啊，你看了有什么感触吗？啊，不装朋友，那你要当什么？要当敌人吗？哈，我想这个很自在，对大陆也比较友善一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到民进党倒是蛮可悲的了。人治人的思想啊。因为思想不一样，所以把你干掉。面对民进党内派系蠢蠢欲动，抵挡隔岸观火。不过也有一说，洪其昌政治立场与党不合，只是烟雾弹。问题真正还是出在洪其昌在两岸游走频频，形象不断受到攻击，才让新潮流最终决定做出切割。欢迎新闻胡仁奇、谭盈伦台北采访报道。